和安特集，笑咗点廿九，几年岁四二啊，你咪41啦，唔记得过年，我记得19年岁啊，嗰日咪夜晚食饭嘅喺屋企，咁嗰阵咪示威嘅，基本上出边都落一段。跟住咧，嗰陣啊，就宣布港鐵所有路線全線停駛。認真啊！嗰陣咪我阿媽都仲喺公司度未翻嚟啊，佢喺小巷翻過。咁我阿爸咪煮飯俾佢食嘅。後屘收到電話就話：因為冇輕鐵搭啊，又冇西鐵搭咧。所以就冇，基本上就算有的士都冚曬旗，冇車搭，所以唯有我阿爸，只不同佢由一直都由兆康行翻嚟天水圍啦，基本上行咗幾落背，基本上個電視都寫住話出邊攞一輪啊，都唔好出街嗰啲。我記得2015年會嘅。2017年10月4日嗰日中秋節，亦都呢個學生會嗰個咩？學生會嗰個咩？嗰個叫咩？成唔記得？教師法節啊，唔記得咗啦。我哋放學中秋節，8個日啫。2018年嗰陣時，你記得嗰陣我都講咗一單新聞，就關於。沙特記者卡舒吉咪採訪嗰陣時，佢忽然間失蹤咗嘅，跟住就推斷到佢係俾人殺咗嘅。基本上我係話係咪穆罕默德個王儲啊，係咪佢指示嘅咧？係講過停車場點解會有架總統嗰啲車嘅，同埋點解會有啲人體殘肢喺度嘅？但基本上對依家個謎係未解開，我唔知係咪啊？叫做聽到消息嘅，2019年10月4日嗰日，星期五嚟嘅，星期五嚟，都係冇乜嘢啊。我仲記得英文堂嗰陣時，呢個錄影嗰陣時啊，靜靜雞攞住嗰支白板筆，喺老師身度寫粗口，不過都過咗好耐先見到。去到下晝3:30嗰陣時，探務處嗰個秘書咧，唔記得秘書定校工啊，佢交低一張紙俾我，嗰張紙寫住：依因應下晝政府會有突發事件宣布。所以放學之後請立即離開，好誇！咁基本上，咁叫咩？叫咩咧？嗰個宣佈都有講啊，就話下晝啊，政府咧會有突發情，會有突發嘅嗰個叫咩？會有重啊唔係先，會有重要事件宣佈，所以就快啲翻屋企，就係、是、咁。即係話補貨就冇啦，因為基本上出面都塞車喎。到我翻到屋企之後，睇到個咩重要事項要宣佈咧，就係、是、政府就呢、這個推行呢個禁止蒙面規例，簡單啲嚟講就反蒙禁蒙面法啦。推咗啊！咁佢推人咗之後，咪出去示威嗰時唔可以帶嗰啲蒙面品嘅，帶咗就俾人拉咯。咁但係嗰日咧，10月4日啊，夜晚啊，有一堆人就出嚟搞破壞啊。天上都唔例外。第二日就見到天上嘅嘢發生。因為嗰啲政府咧，
我諗起政府總部同埋立法會大樓同埋中聯辦大樓，咁你知啊？呢三個 location 咪以前咪擺一啲大型水馬嘅，而警總咧大型水馬我記得好似舊年十一月幾已經運走咗，而中聯辦啊、政總或者立法會大樓咧，基本上我記得係2019年8月嗰陣時，八月中嗰陣時已經一開始有水馬，到依家起碼都兩年多個月啦。而我哋天上警署咧，附啲水馬都係嘅。我記得似由即係舊年七月幾嘅時候去到舊年十月幾嘅時候，而嗰個門口都係嗰個門口咧，係個門口係俾人掟人打機封咗嘅，封咗兩年咧。而舊年瑞士嘅玩 BF 5啊，終於都解咗個。F-109 SF 嗰啲特技槍嗰啲最後一個導金，唔死嗰陣總共目標隊十個，或者睇下 round 總共隊廿個，我就隊十個嘅，唔死嗰陣時。呢個啲隊即係嗰啲隊十個咧，講翻係 STG 嗰陣時啊，最尾我嗰陣就好頭車咧，解唔到最尾嗰個導金，所以我玩咗私人水馬嗰杯水裏邊咧，一直都 save 咗喺個嗰、那個 B 點入線，結果解咗。幾啲失敗嘅，一個 BF 嗰個手432個，屌你老味啊！啲切打俾我哋嗰隊黐後面嘅走曬，嗰啲人都唔肯扯旗，成日都企喺曬度唔知做乜。我記得 Facebook 講咩啊？我哋養萬智斯達起一個新嘅國家叫香港國，嚟真啊！跟住就抗嗰啲叫咩？光華香港嗰啲咧，基本上英國都搞。到底香港嘅地位點解喺英國咁重要咧？我諗緊去英國又搞，雖然之我諗緊，假如好似講到咧，香港係一個叫國際知名化的城市，港島好似係咁。基本上，點解香港嘅咩？嗰、那個叫咩嘅政治會對於全球嚟講咁重要咧？我諗緊就簡單嚟講嘅意思係話，點解香港嘅政治要全世界一定要關注咧？有咩幫助咧？而係四個字：外國勢力。干預。咁既然係咁，加泰示威，加羅尼亞以前上年點解淨係得香港？但係香港嘅示威點解要全世界要知嘅？有啲奇怪喎！所以我哋繼續講。正常星期二啊，下晝三點咪可以 download 嗰個 beta 咧，預先未得住。我 iPhone 13 Pro 已經有個 UAG， 啱啱先6點幾嗰陣送到嚟，諗下其實都幾靚。UAG 我用慣，我記得我 iPhone 7 Plus 都用過。我發現一個問題啊，佢嗰個 initiator 唔係個 demo 個 checklist 嘅咧，咪當完成咗某一個任務咪會彈出嚟嘅，但係佢唔彈，唔知做乜。暫時嗰個最新嘅版本只不過係6月17號，都唔係好先進嘅啫，仲係6月幾啊？佢嘅最新版本就係更新都仲係6月幾嘅，仲係6月中嘅。It's never change， 乜都冇變過。但係如果佢10月幾咪有個新版本，唔知道會更新之後，我可以 delete 佢再裝一次。
基本上依家版本淨係見到兩個程度，一個 Charles， 一個咪 Maya 嘅。個 Maya Charles 啱啱我今日先完成，今日完成。個 Maya Charles 就係唔俾人發現，唔俾人發現情況底下懟入佢，而且將佢屍抌落去任何一個地方棄置或者焚燒就成功。基本上我先同嗰啲 cooking cup 嗰啲 task 完之後咪 friend 嘅，跟住叫佢哋哥話俾得翻起碼一個，跟住放心啲人要過去跟住對入去。因為基本上星期一至五佢全日都企喺嗰個三段時間，佢都企喺嗰個中庭嗰個位噴水池嗰個位，喺個攤位嗰度，冇講唔到嘢，所以只能咁樣做。但係都對入完起碼之後咧。仲係第二個禮拜，冇兩三個禮拜，都係講我生日死啊死啊死啊 ，miss 啊 miss 啊 miss 啊，冇講冇其他嘢講，所以基本上就係得呢個進度，呢、這個矛盾。不過有啲版本有十個程序一齊，不過嗰個唔係一啲 simulator， 只不過係 只不過係 V4 simulator 啦，情敵嘅模擬器啦。